各位朋友，大家早上好。这是在阿凯迪亚，比较安静的社区啊，都是 house single house。这有大狗啊。然后我们来看，这是大院，这治安要靠狗啊。刚才有个大黑狗突然窜出来，我们感觉到还是比较。这是个 single house， 是两层的，然后旁边有。这个房子有这种大门，然后前面有这种院子，看看环境还是不错。这是春雨过后啊，花儿盛开，有这种红的。这个房子是在销售啊，在卖。看看，我们来看看是哪一个销售的人。在这里 ，Frank 王先生，叫王乐生，626-272-0777，微信扫一扫，信息全知道。这是直接用上了微信啊，王先生。这就是美国这个房地产代理啊，在卖这个。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，可以和 Frank Wang 联系，也可以发他的邮件，也可以有这种 email 的，扫这个 email， 可以扫一扫。626-272-0777 Frank Wang， 也愿这个房子能够早一点找到自己心仪的新主人吧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一下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这是张向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给您带来的报道。再见，拜拜。